觉得下一场对着 LNG，首先就觉得他们的状态现在跟我们很像嘛，就很低迷嘛。从比赛内容来看的话，就是看我们两支队伍谁能在前期取得优势吧。我觉得现在队伍的话，就先不谈目标了吧，就把自己每个人的问题都改正一下，然后争取就能打出好的比赛内容来。 下一场对战 RNG 更多的就是看我们自己嘛，只要我们自己就是没什么问题的话，就稳赢的。想对一直支持我们队伍的粉丝说，我觉得接下来的所有比赛都会就是很容易赢吧。然后之后如果进了季后赛，我们也会去努力冲进决赛。 这个犹豫了好久啊！我个人觉得其实就是 Niko 了吧。哦，还有首岩雀，但岩雀的话，他前期推线还是比较吃力的，主要他很容易空篮。而且我个人倒觉得，就是你面对 LNG 这一套阵容，其实是比较灵活的。其实，我倒觉得可能 Niko 更好一些吧。这样的话，大家的团控多一点。 RNG 他能够不让你这么拉扯，不然的话，我觉得像有亮纳塔的反手啊，这些包括会有的时候也能打反手，卡莉斯塔还能滑。这两个双手长让一级奥恩是一点点办法都没有，直接压出经验区啊！确实很强势，交换了一下血量。Gala虽然说血量并不健康，但是实际上红色方 RNG 这里是亏了3个冰经验的。哇，他3级想抓一下有个小变速。 虚了一个 Q， 直接 Q 闪命中到汤圆，逼了一个闪现出来。好啊，先撞起去打你一套。因为小明这场是个辅助啊，所以也只能跑。Scout 给自己来手加速，吃到了岩突，自己会有点危险啊。无尽厮守，差一点点就命中了。Scout 需要有队友去掩护他。林伟强想去追，刚好往后拉扯了一下身位，导致微微这个强能冲拳也没能冲到。 上路，兹卡很难受。3找1，兹卡有手疾跑，实际上是可以拉扯一下关键控制。3个人主要是想吃镀层，而且主要是控制不太足，是吧？是，主要是个南枪，很难越塔。对，而且这一看就扛塔了。啊，强行吃，吃到只剩最后一层。兹卡拿他没有任何的，没有任何的办法，你也不越我。这里扛了3下塔了。是的，有一手风向岩隙可以挡第一波控制的，对，挡住第一波强能冲拳。 反过来撞墙，虽然说没把微微给撞起，但是自己还是要被卡莉斯塔给叠毛。辅助先扛塔啊，奥恩先回到家里，先要步行走出来。那正面实际上是一个4v4的状况，喂，直接过来锁汤圆了，看到这不是很好啊。指甲板扑下来，交闪现，同时爆果实，刚好把2个人炸开。微微被迫也要交闪现，往上方去逃了。兹卡先开疾跑，先去撵你，龙椅被南枪给拿下。微微的状态还可以，林伟翔撞过来，落单直接被卡莉斯塔嘎啦给收掉，他的位置还可以，恶意收购放的位置很好，收购到了2个人，这一波蓝色方 LNG 直接要收割了。龟仓里再补一个大招，大中呼吸哥由微微拿到人头。 而且右边属于没有什么反打能力的，但是这一波想要直接主动进攻，瞄准的是 Scout 这里直接被拍晕，身上没有闪现，这里有点难走了。杨在接上远方的暗影燎原，是直接将其带走。正面的话 ，Breeze 直接留2个人，微微交出自己的闪现之后还是被粘住。紫卡直接 Q3 回来了2个，但是正面好像走位置不是特别好，不太好跟伤害。好，直接交一个大招劝退一下对手，这里只能掩护撤退了。精灵球吸一手，毕竟这个时候他还不是个。 我们看看这里，中线还没推过去。转角遇到爱，中线没推过去。小 RNG 也是去上路收线的，没想到在野区遇到了微微。而且咱们退一步说，即使这我的天，又退啊，先不退，先来看一下这一步，看 Breeze 怎么推，退不了了。但现在双方围绕着大龙一时半会儿，抬到 Scout 这里身上有闪现，交互出来了，怎么又是一个人去做视野？而且落地奎桑迪呢还好，他是比较灵活的。正想说，在大龙这里双方都找不到太好的机会，因为最多的还是要等小龙。但说时迟那时快，现在直接一个超远距离的开团，直接锁住了是威，而且这一头直接开到了2个人。那这样的话，小威这里要先行阵亡了。Breeze 这里还撑在前面，拍中了Gala这里被岩突给突了回来，感觉有点输出不了，但有一个及时救难救不回来了。Gala这里也是阵亡，看一下后续残局的收割，上面又一个岩突直接突回来2个人，但是他们自己也阵亡，而且这边林伟翔的状态非常差，没有人能够去补伤害啊。只剩下呼吸哥在前面还在努力的斗争，Scout来了，交出自己的闪现。 后续的团战的收割当中，微微也阵亡了。Scout 的 TP 落地正面战场，但是也来了一个传巨雷，但是这胡吉克太肉了，也是实时画面很明显，更加的重要。Scout 可能又要被逮到了，小明大招已经开过了，小明现在也是一个没大的状态 ，RNG 可能要被溜了呀，没办法，他的整个阵容实在是太不灵活了。小明被抬回来，岩血赶紧给了个大招，又是由慧来了波血猴，把他一口给吃死，又冲到了呼吸哥，呼吸哥这里还在走位，在扭，后续应该没有技能能够追了，双方是你方唱罢我登场。 现在是黑灯瞎火的模式，斯卡在旁边随时准备去拍你的后排，没有人敢过去探。但虽然说蓝色方打的速度也不快吧，但毕竟有卡莉斯塔的抽矛啊，抽矛配上惩戒，斩杀线是很高的，5000多放出大招，但是大龙已经要被抓掉了，3000多大龙肯定要掉了。 先掉大龙，然后蓝色方 LNG 从容撤退。已经看到奎桑提的这个坦度起来了呀，没有之前那么好欺负了。是的 ，Scout 还能在野区给队友开的时候小小的加速，要带过来了，这还不撤，那就是现在了。先带过来，再接上铁腕锦盒，就把他捏到了队友的怀抱当中，同时连着大招直接封住了两个人，直接要去看你的后排，阵型已经被完全的打散了。咱们的奥恩即使卖掉自己，也只能惨遭阵亡，想去换回归根本就换不掉。同时正面会又受到了一波 double kill， 双 C 都被他收入。 当中只剩下辅助小明反向逃跑，能拖一会儿是一会儿了。传巨雷找到了他，微微在盯他，正面有人在推进，脚闪现还在拉扯，又是传巨雷 ，Scout 如影随形啊。这样即使小明送塔，那人头也将被 Scout 给收入的。 与此同时，因为自己的队友全部都阵亡情况下，上路也没有人能够去守这个高地。 最终还是微微拿下这颗头。但实际上千万不要被自己这个拜魔的护盾给骗了啊！这个斯卡他实际上现在是半血。再看一下正面，微微怎么一马当先已经冲了过去，小明顶在前面，远方一个暗影燎原打了两个人，伤害还不错。紫卡直接被抬了回来，但是发现还是有一点肉的，真的有点打不太动啊。是的，反而小明已经被消耗残了。的这个奥恩大招 CD 好吗？ 好，这个时候奎桑提斯卡选手先忍不住了，先 Q 三抬两个，非常漂亮。先找呼吸哥，但呼吸哥这时候很肉的，连到塔大招控住两个，但是也迅速的被解掉。这两个人韧性还是比较高的呀。血猴隔墙也没吃到人，大招把人给带过来了。又是呼吸哥，但是这个位置有疾跑，留不住啊，你回来了。血猴再吃一下，疾跑跑不动了啊 ！Q 三再捏过来，小明又被撞起，我的天！ 凭借着一个个小控制，不停的留人。LNG 追掉两个，想尝试直接一波。LNG 不想打这条大龙，不想打龙，想直接打团结输掉游戏。Scout 直接闪现留人，但是林伟翔身上也有闪，拉开了。但是要尝试一波的呀，少了上野两个。 岩雀大招封锁一下对方过来攻击门牙塔，同时一个岩突突回来 ，Scout 状态不是很好，赶紧交一个救赎抬一下血量。在正面的话，小明还扛在前面，可是这个身板有点脆啊，往后撞了一下，最终还是被嘎啦这里给拔毛扎死。那快速的推掉了一座门牙塔 ，RNG 现在只剩下林伟翔和汤圆双 C， 双 C 是比较脆弱的，已经到林伟翔脸上了，这一次跑不掉了。林伟翔闪现已经交过了，被连塔收到这个人头，嘎啦交出一波闪现，要去找汤圆的麻烦，汤圆只能金身再闪现回泉水，连塔甚至还补了一手大招，让他们在泉水自己玩一下。那我们要恭喜苏州 RNG 坐镇主场，在这场 BO3中先下一城1-0领先 RNG。